他还背着我见女网友。哦，这个说一下啊。他就是发了一个那个电脑桌的屏幕，上面是那个英雄联盟那个五杀，然后在朋友圈发，你看我五杀多厉害。我一看那电脑也不是他的，桌面也不是他的，我问他去哪儿了，他关机了。我转天去家里问他，我说你去哪儿了，人家怎么说，哦，我昨天有一个外地的那女网友找我来了，我陪她去那个网吧打了两把游戏。这个事儿是误会，那个女的呀，她是来旅游，她不是来找我来的，白天看完景点了，她晚上正好想起来我在天津，然后就给我就是发微信，我一看她终于这离我倒不远，都来了，这都是缘分，就见一面呗。然后那来了都那么多，哪个都跟你有缘？不是，哪个女的都跟你有缘？哪个也见一面？在一块儿能打游戏，她还能到天津这个城市，然后离得还不远，确实是一种缘分啊！是是是啊！你见过几个这样有缘的？我不是这样，她让我发现的就这一个女网友。我跟她就这个女网友，我们现在已经一年多没有联系了，就没有别的那什么了。今天来是要干嘛？其实我这大事没，我就想改改这个。所以我听你完全在炫耀啊！来，你们看我的男朋友多暖呐！我也有点想炫耀那意思，我想让他朋友圈那些女的看看，看看啊，我在这儿了啊，全是主权，以后能不能别跟我对象那么天天的这么好了？我碰到了一个对我特别体贴的一个男生，但是男生呢，不仅对我体贴。只要他周边的人，他都愿意去体贴，我看不惯了，是这意思吧？那你们看看怎么办吧，各位老师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听完你俩说的，就觉得特好呀，你们就天造地设一对儿，这男孩缺心眼儿啊，缺大发了，是不是？被人家这个什么十天联考带蒙下本儿。还真的是没说报下本，你还来报教请人家数花。我问你一句，十天12000，我做培训做这么久，一年我们还不到12000，你这不就是投机取巧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你爱女团也就算了，对吧？你心里想跟谁说女团漂亮，也不能跟女友说女团漂亮啊。那你确实有问题，叫人家40多岁姐姐宝宝，人家外地来网友，你去见面，如果你正儿八经见面。你关什么机啊？不就是贼心要想做贼事吗？最后呢，贼没捞着。你最后发现，哎，只能哄住这一个。你要能哄住别的，我估计啊，你也早跑了。啊，我就是怕他太能哄住别的了，对不对？我就是喜欢他对我好，我就生怕有赶上哪个女的跟我一样，就喜欢这种倒贴这种类型的男的。你也没有好到哪里去，姑娘，人家对你也是够好，真好。你在这个台上把他还说的是个男人吗？你一句又一句，一句又一句，我们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窝囊废。我想让他光对我一个人窝囊，对别人稍微硬气一点吗？你听懂我说的话了吗？明白。你自己一个男人对你好，你有珍惜他吗？你有对他好吗？你有让他感觉到那种尊重吗？所以我觉得你啥也不要说了，人家哄你爸妈还哄那么好，也不容易了。对不对？你们俩天造地设一对，在一块儿就打吧，对吧？能过几年过几年，挺幸福的，对吧？过不了，他真找别人了，你也得找别人嘛。那不行啊！那要如果有婚姻，那一定要长久，那不能说过几年。你要真想长久，把你900个女友全删了。如果我删了，不是你现在删不删？现在删不了。不是，你不是不长久吗？不是说900个好友全是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他们确实有我的真实的朋友，有我的那个同学。关键你不老实啊！有我合作伙伴。哎，如果你真的是老实，不叫人家宝宝，不给人家夜里玩游戏，还关着机对女朋友，那也真可以。咱不是说不能有女性朋友，我们有的时候嘉宾大家一起吃个饭都很正常，是吧？我管谁叫个宝宝？你也可以打错一次。我刚才看了，除了曹操也很难打错别的这个东西，我确实我没法解释了。好，留5个业务合作伙伴，剩下全删，行不？不行，还有我自己生活的圈子。还是不行，所以呢，你自己想清楚，好吧？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。12岁到18岁的孩子，给他看这10本书，他会越来越棒。他会放下手机，不再拖延，不再叛逆，结果超出你的想象。第一本，你不努力，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。第二本，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。第三本，余生很贵，请勿浪费。第四本，别在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。第五本，你的努力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。第六本，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动感情。第七本，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
第八本再见了吧拖延症，第九本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。给孩子一个机会吧，你的礼物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。